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哦。好。这个是进攻的吗？这个是我觉得等一下有点危险。对吧？感觉爷爷喜欢训练。对不对？是不是？你想的。我觉得是啊。咋样咋样又要他应该像我一样什么我们要卡住吗你一定要卡住啊啊那是没有东西他卡不住啊没有卡住进去啊都卡住看着你真好他是太帅了他当时开完刀今天你玩
下礼拜他来玩，好吧？啊，你好吧？可以啊，所以今天给你玩。我今天练完，你们今天可以三个一起来玩。我先走。什么？搞定了。好，我那我等下我等下先玩，我玩好，然后我先走，再叫他们三个下来玩。对不对？那你的。然后再看要不要多几个抓来玩。那你的选择，我不管。我现在能开。我现在在帮你，我要在开始谈。好吧，我能够看你不下班了。这样可以了吗 ？OK， 对，我下礼拜给他玩。好，你下礼拜再玩他一整天。好，护拔要先准备。他好像有。来，他家人走快点，你护拔组，赶快，护拔组。我护拔，跟我一样。不是叫小胖。现在叫小胖一起。快了快了，等一下他还没。你再看一下。火眼金睛。你要等一下气氛走完，你才能开打了。啊，等一下。所以你要有。免得他们干扰我。爷爷好。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没有。我看到了，我没有。子宫哦，子宫什么？你子宫要酸奶？子宫那个？子宫那个好一点。我最起码我看到了下巴。哈哈哈哈哈哈！在医院，那无形的都往你那个伤口打砖。
可是里面的东西就是气。我一定要。给你喝，喝多久？喝多久？他口急。对呀，为什么？啊，口急。我就说他喝多久嘛，他还没有说好啊。哈哈哈哈哈。公主跟那个一生之间的大合唱。那也不是。口急，他还喝多久？要半小时。你给我，你可以讲话嘞。他对，可以讲话了。哎，看着你，他就可以讲话了。哇！哎，他可以看。可以了，可以了，还有，还没有全。他讲话会跳，而且没有噪音的，没有噪音，没有噪音。我知道啊，本太子这边弄好要批批进山的资料，还要丢班课，我知道啊。那完了这么多事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今年什么事要下礼拜再丢？那我不超人。啊。来，另外全部下那个。啊。有个主案给我就好。不公平。啊！来，爹，马上下来。没了，没了。我还在上层任务。对啊，对啊。我今天叫爹爷要给你功课啊，然后我们三个去下界啊，有个主案在这里。到底怎么样？啊，不然就怎么办？我已经跟他说好了。我跟你讲，等一下，如果我你们都没有办法来操他眼睛，就会把他都闭起来。来，去奔跑。太子，太子要喝多久？怎么样？这个喝的，还要喝的，还有一个礼拜。喝一个礼拜。他要喝他伤口好起来。啊，拿个话呀，太子，我上层给顾问讲嘛，鼓掌嘛。不法鼓掌，给顾问来当主案呐、啊，好不？可以吧？可以吧？当顾问在哪里？我们叫什么？没有。不要打字。好，好，我听到爷爷说好了。好，怎么了？我什么都不抄，抄心经啊。对呀，他怎么了？好你要给太子批阅这些资料。你需要全部下，还是要一个一个下？好，全部下。是这个，这个。妈妈，他爷爷说陈那个陈思锦也要在队伍里面。陈思锦呢？陈思锦呢？陈思锦在上面，左后方。没有看到陈思锦。妈呀！我好怕。我没听到。陈思锦。好了吗？那我如果在忙，那我这样可以。再说。你先忙完。马上忙，我叫我忙完再说。这个是他想吃都可以吃。对。你想吃都可以吃。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吃。好，谢谢阿杜，拜拜。谢谢太子哦，谢谢太子哦。小心。小胖来当人家主案，是护法。我跟阿贝呢？你看完观看呢？小胖观看呢？
有吗？观看。不过你先蹲下，我把你封住。有吗？你看，你看，在坐着，在神家，你要坐先在下面。蹲下。没有人没事，请你自己。都听眼前，都有我无眼前，好嘞，我请。好，美女出来了，送你来了，美女来了，美女好看。奇珍宫会员频道开播咯，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不喜欢我们的影片呢，就谢谢，拜拜。